他就感觉上很滑。但是这种没有的。啊，那个榴莲球。没有榴莲。啊。对对对。我们小孩子要哭啊，小孩子不舒服啊，是不是冲凉？啊。啊。你看这路摇椅吧，好像什么？叫五楼。哦。五楼是做 kitchen， 叫五楼。
就是啊啊啊五楼啊，但是啊，你的味道啊，很香的。这个味道放水啊，这个很镇定我们的小孩子。嗯，这个 calm啊 ，so there will be a very good sleep, so the baby will not cry. And this also sometimes put on the our Buddha in front the cup of water, and means it is good sign of auspicious, also good luck.是的，不要五楼。那你看到吗？你上到吗？啊，还有闻到。看到啊，哪上到？很像啊，嗯。smell like。是的，它有点很像榴莲吧，又不是。这是说的，它是本来黄的。这么多种的水果，榴莲都是长在一堆的。好宽呢。吉古，可以拿来摆提供的水果。这个两百。你好。我们该叫你阿公还是要叫你阿妈？很大，一起很大。同样的树长出来的。You smell your hands. Still got the durian smell. 你闻你的手，还有榴莲味吗 ？Yeah. It works right. Oh, 没有罐哦，很真吧。台湾呢有一级保护，用中国二级保护佢。